好啦，咁啊，今日星期四，同大家咧仍然系讲如是我闻。咁啊，如是我闻咧做咗咁多集咧，我都有少少咧遗漏嘅。咁所以咧，希望今日咧就补足俾大家听。咁啊，今日咧嘅讲法咧就系将恶寇 O C C U L T 恶寇。中文咧亦做邪啊，一啲邪嘅东西，怪异嘅东西咧都可以嘅。咁啊，将佢咧补充俾大家认识，当为咧一种咧常识咁都可以嘅。咁啊，首先咧，我讲讲咧上次讲咗嗰个保加利亚嘅一個盲嘅女婦女，咁佢咧就係、做咗好多個預言，咁啊究竟佢預言咗乜嘢咧？咁啊而家咧我咧就揾到資料咧，同大家咧講講，分享一下咧呢位保加利亞嘅預言家，呢位女嘅盲嘅預言家咧，究竟講佢啲乜嘢？咁2016年咧。佢話穆斯林啊，即係回教徒咧，將會入侵歐洲，咁啊毀滅性嘅攻擊咧，搞咗幾年咁多，咁啊整個大陸咧，歐洲大陸幾乎咧人煙滅絕，咁啊實際上咧，IS 咧，事實咧係。曾經以恐怖主義嘅形式咧嚟到咧係喺歐洲同埋北非咧係搞事嘅，咁呢個咧世界都知道嘅。咁啊最重要嘅一環咧，就佢話搞到咧世界大亂，世界大亂咧，整個歐洲大陸咧幾乎咧係人跡絕滅。咁呢個咧，似乎咧係過火咗一啲。事實上咧，係真係有一個咁樣嘅意思。呢、这個穆斯林嘅人咧，係曾經啲信徒曾經，因為佢哋係伊斯蘭國啊嘛，穆斯林嘅人咧就事實上咧係敵對呢個西方嘅世界，但系未至到搞到西方呢、这个欧洲大陆咧人迹绝灭。咁当然咧喺成个过程里面咧，就美国人咧占一个好大嘅责任，因为佢喺呢个搞个伊拉克海湾战争嗰阵时，已经做过一次咁样嘅战争啦，但嗰阵时咧比较正义啲，咁啊跟住咧利比亚咧亦系一次好严重嘅一个与伊斯兰国嘅国家嘅打仗，咁亦有拉登呢、这个阿拉伯人咧就用飞机咧劫持两个飞机去撞美国嘅纽约高楼。咁呢啲咧引起戰爭嘅場面咧，亦好恐怖。亦我哋就算睇咧，都好慾緊，好唔捨得人命嘅損失。但係美國或者俄羅斯或者其他歐洲國家，佢哋咧處理呢啲咁樣嘅 ISIS。都好殘忍嘅，佢哋咧用無人嘅機咧去殺死咗咧嗰啲ISIS 嘅領袖，而呢領袖好多時咧最早期咧佢哋嘅軍火同埋資源咧，我講銀資資源咧都係從美國咧嗰度得翻嚟嘅，而家叛變咁解啫。咁啲軍閘咧亦相當之殘酷。
有啲電影咧，甚至乎拍到好清楚咧。連咧一啲細路仔啊、婦孺啊，都犧牲埋。咁你知道咧，戰爭咧啲飛彈啊、子彈啊冇眼嘅。有陣時咧，你好似咧越南戰爭咁樣咧，係利用咗好多咧婦孺、細路仔或者甚至乎老人。佢咧去擔任投炸彈啊，或者襲擊啊呢啲，或者追擊啊呢啲咁樣嘅工作。咁啊睇嗰套戲咧，一套講越戰嘅戲咧，美軍咧同一個唔知道乜嘢嘢嘅槍口咧發射嘅追擊嘅神槍手咧。戰鬥，咁卒之咧，美軍咧就人多啦，武器強啦，就打到入去呢間殘留嘅屋裏頭。咁發現呢個所謂追手啲神槍嘅女仔咧，只不過係一個好細嘅女仔，年紀相當後生嘅，我諗咧唔過二十歲，可能得十五六歲，甚至乎更加細個。咁啊～收尾咧，呢個美軍有冇去殘殺到呢個女仔咧？後大家睇電影咧就知道了。但咧，我想講俾大家聽咧個問題就係、戰爭係好殘忍嘅，大家咧打得好激烈，嗰陣時咧殺到嚟咧，刀光血影咧。基本上咧係唔會有所謂同情啊、人性啊呢啲地方咧，呢啲咁樣嘅字眼出現喺人腦海頭。咁啊，曾經咧試過美軍咧喺越戰嘅時候咧，成條村咧都屠殺過。咁當然受過軍法嘅審判啦，但咧人已經死咗。好啊。咁盲嘅女人呢仲话到2023年。2023年未到啊，佢话地球嘅轨道将会改变。咁意味住乜嘢呢？地球上环绕住太阳嘅轨道呢係不嬲都好固定。我諗咗成亿年。喺冰河时期呢可能呢地球嘅軸咧，可能變化過幾度，引致到咧好多當年嘅而家冬天嘅地方咧，北邊嘅地方咧，變成咧更冷。而嗰陣時咧，呢啲北邊嘅地方咧，因為地球嘅軸嘅傾斜咧，傾斜過，所以咧仲係咧熱帶地方。所以中國呢有犀牛啊呢一種咁樣嘅動物，呢啲係亞熱帶或者熱帶地方嘅動物呢都喺北方呢出過土嘅。咁亦有人研究過呢，認為呢好有可能呢個恐龍嘅絕跡，恐龍呢一樣動物呢以前係世界嘅主人嚟嘅。人呢仲未有歷史，仲未出現已經有恐龍。咁多種恐龍裏面呢，佢一時間呢係絕咗跡。絕跡之後呢，可能有啲恐龍係鳥類嘅前身都未定。但呢啲咁樣嘅絕跡情況呢，好有可能係地球嘅氣候轉變。佢哋嘅食物呢亦因此咧消失，佢生活嘅環境咧，亦因而咧唔再適合喺佢哋咁龐大身軀同埋佢哋嘅食料咁多食料底下咧，佢哋就全部拜拜。咁呢個咧係一個啞謎，到而家咧都係唔能夠有實質上證據嘅。判断点解恐龙喺历史上地球历史上
突然间全部消失咗咧？好啦，呢位保加利亚嘅盲嘅妇女咧，仲预言咧2025年欧洲人口咧，会减少。啊，减少唔系奇，因为咧，好多时都已经系一孩子噶啦，或者唔生育噶啦。咁但系咧，呢位预言家咧讲到，不单止系减少，而家减少到接近零喎。2025年，今年咧，而家系2018年，咁啊唔够10年嘅时间咧，欧洲系会唔会人口全部唔见晒咧？是什么灾祸呢？是好像以前的鼠疫、黑死病，定是以前的战争呢？这个呢他没有讲到明。人类如果在一个时期突然间毁灭呢，那这个一是呢就地球气候，或者是 海啸、或者是火山爆发啦，或者咧使到嗰度嘅粮食咧唔出产啦，唔能够出产啦，或者已经中咗咧呢个辐射啦，人系冇得食用啦，或者咧仲有一个更凄惨嘅，就系人类互相嘅战争。呢个战争咧系会带嚟咧一个人灭绝嘅机会。咁亦有人讲咧，话地球上咧之前咧系有个文明嘅，喺我哋知道嘅文明之前咧，可能大约系9000年到10000年前，人类咧有一个高度嘅文明。咁而家咧喺某啲地方咧发现咗一啲咧证据，所谓证据咧都系唔系好多嘅。譬如有一个似一个法轮啊，即系一啲弹弓啊咁样嘅物体。有一个咧就发现到咧可能系电池，咁冇可能喺史前人类咧系有呢啲咁样嘅智慧可以用呢啲咁样嘅工具，咁究竟系乜嘢嚟嘅咧？而家咧仲未有一个明确嘅认识，但系好多人都认为咧，人类嘅文明喺之前咧，人类而家呢一代文明之前咧，已经咧出现过，咁大约咧系会有冇更早之前咧？咁咧呢个咧，实际上咧系我哋唔能够今日解决，而系当一个咧疑问。咁呢个咧，日后咧我都会同大家咧讲讲，增加咧呢一方面嘅知识。啊，总之学校唔教嘅知识咧，喺呢度睇呢个咁样样嘅节目咧，就必然咧会获得噶啦。咁保加利亚嘅盲嘅女人更加话咧，2028年人类将会咧飞往去金星，希望咧找到新嘅能源。咁呢个咧，并不系一个预言嚟嘅。实际上咧，科学上咧，已经咧，人类系经常咧喺太阳系嘅其他嘅星球咧系搵紧能源噶啦。咁啊，点解咁样做呢？好简单，一个理由就系、是、人慢慢发现，佢哋咧消耗呢个地球上嘅能源咧，系消耗得好快脆，消耗得咧使到我哋惊讶。例如咧，而家我哋所应用嘅能源嘅最重要咧，喺石油嚟，石油嘅开采咧。已经咧系相当之困难同埋贫乏噶啦，亦有新嘅发现咁就，譬如喺加拿大咧
發現了一些呢石油，但是石油呢它是包住一些石春的，好像那些栗子那樣，黃沙栗子炒的時候那些任油呢，即是石油就包住石頭，但是呢暫時來說呢是相當於相當貴重的提煉方法，怎樣在一個包住石大石的原油拎出來，將油還要提煉才可以用。咁另外一方面呢，喺俄羅斯即西伯利亞同埋加拿大嘅北部呢都發現咗好多呢天然氣。咁而家呢都係提煉緊天然氣嚟到作為呢燃料嘅。咁好多而家香港嘅汽車呢的士呢都用呢個天然氣啦。咁係清潔衛生環保好多。咁但呢天然氣都有一個問題，就係隨時都係用完嘅。用完咗之後呢用咁多就冇咁多㗎啦，佢唔能夠循環再用。咁能夠用幾耐呢，例如同石油一樣，而家日常消耗嘅時候，每一個國家消耗嘅石油都係呢天文數字嚟嘅。人類呢係走向呢慢慢用盡佢嘅天然嘅能量，咁呢就會最後呢飽嘗佢嘅惡果㗎喇。而家呢真係一個盛世，全世界都盛世，因為呢係發明咗好多機器呢都需要用能源，譬如我哋代步嘅汽車呀，或者係工廠嘅開機器呢都係用能源。電呢最能電呢都是一種發明，用石油提煉的大部分，所以呢現在核能廠呢核電廠呢都是仍然呢是主要的一個能源的發出機構，但是核電廠呢現在呢已經知道是相當危險的，譬如日本一次海嘯呢就可以將全個核電廠呢打散，而且呢它的輻射性呢是會呢流出海。流出海之後呢巨雲呢已經將污染了的海水呢漂流到去美國的西岸。所以這個呢並不是聳人聽聞，而實際上呢是一個相當著緊的問題的。在我們世代之後，我們的子孫他們怎樣再生存呢？蘇聯呢那個核戰廠爆炸呢到如今呢都仍然封閉了，大家呢都不敢 去接近，其實呢危害了呢這個歐洲的農業、水業、水利業好多好多。好啦，那究竟啊，呢個保加利亞嘅盲嘅女人，佢預言話去金星揾，究竟金星咧揾到咧？咁下回分解。咁火星咧係咪真係可以居住咧？係咪以前真係有人居住過咧？而家仍然咧係一個謎，唔能夠咁容易咧。可以呢解決到，可以探知嘅。咁亦有所謂外太空人，佢哋嘅飛翔呢而家呢亦係一個謎，究竟佢係點解會可以喺咁遠我哋中用而家嘅量度方法呢就叫做光年。在几万光年里面瞬间可以到了地球的天空上高探测呢，究竟整个宇宙所有的星球我们都不知道有多大有多多如恒河沙数，恒河沙数就不得了了，真的呢一个无止境 infinitive 的数字，那是不是里面
都仲有適合好似人類喺地球居住嘅環境咧，而人咧係可以遷去嗰度咧。遷嗰度仲有一個大問題，就係點樣遷法咧？好多宗教咧都講到咧，地球會有末日。事實上咧，人類一早知道咧，地球係會有末日。點解咧？喺我哋唯一嘅太陽系嘅太陽就係我哋所有能量嘅源頭。太陽咧燒燒下咧，再過都幾億年或者幾十億年或者幾億億年咧之後，自然咧就變成矮星啦，即係話咧佢唔再熾熱，佢燒曬，燒曬之後咧，佢温度咧慢慢會減低。咁其實咧，而家人類嘅享受到太陽俾嘅能嘅所有嘅能力咧，都係熱能嚟嘅。呢熱能咧一減低咧，唔使多跌一度咧，世界都開始末日。如果跌夠兩度咧，都差唔多拜拜噶啦。咁所以咧，世界係真係面臨末日。不過咧，可能係一個好長好長嘅時間，我哋係見唔到咁解嘅啫。好啦，咁再補充咧，這個當日啊，我講咗咧，法國一個預言家洛斯，洛斯特拉達，佢嘅預言咧好出名。咁喺寫呢本書942首嘅詩裏面咧，這個本書咧叫 Centuries， 裏面咧都有講到世界末日嘅。咁原文咧，我讀出嚟俾大家咧睇睇聽聽。佢話1999年7月，恐怖大王從天而降。咁啊，呢個大王咧重新出現。呢個時候咧，戰神以幸福之名義就主宰世界啦。1999年7月咧過咗啦。咁好多人咧就話唔準確咯，呢個預言咁犀利，講到咁咬牙切齒，1999年未夠2000年咯，而家2018年咯，即係19年前咯。點解咁咬牙切齒肯定咧？呢個時候咧，咁當然亦有人話咧，呢個只不過一個推算啫，未必係正確嘅日子。咁所謂恐怖大王咧，恐怖大王咧喺字面嚟解咧，就係使到當時嘅地球上居住嘅人咧覺得好驚，又或者恐怖大王喺嗰個年代咧你知道咧喺歐洲咧仲係一個未文明進度唔係咁高嘅地方，所以咧仍然咧好多咧超自然力量咧佢哋認為係唔能夠克服嘅。咁呢啲咧超自然力量咧，佢哋咧覺得係會毀滅地球上嘅人類，毀滅咗咧就係一個恐怖嘅工作嚟嘅。咁所以咧，毀滅地球咧，毀滅喺嗰陣時居住嘅地球咧，喺幾百年前咧係一件好恐怖嘅事。咁究竟有冇嚟到咧個恐怖大王？當然咧，冇嚟到啦。有嚟到，我哋今日都唔能夠做節目啦，大家傾偈啦，係嘛？咁
當然咧，呢、這個如果用字面嚟到解釋咧，呢四句詩、四行詩咧，喺洛斯特拉達木詩嘅預言裏邊咧，係並不準確。咁但係仍然有人咧，穿著附會咧認為咧，洛斯嘅預言咧係曾經將二次世界大戰同埋甚至乎拉登咧派飛機撞美國嘅高樓大廈咧，都寫出嚟喎。咁呢度咧前幾次咧，我已經咧同大家講過，因為所有嘅預言咧，所有呢啲咁嘅類預言咧，都係語焉不詳嘅。都是呢，大家呢估估下，到咗佢嘅事情发生咗之后呢，啲人呢就会话啊，原来佢讲过喎，咁呢啲呢就事后孔明，或者呢我哋叫做马后炮。当然呢我哋係信唔过啦。咁但有啲呢穿着附会呢係会觉得预言呢是几准确的。最重要呢就是人类呢有个心理。这个心理呢就是对人类的前途灭亡呢有一种呢担心。究竟呢我们会不会呢毁灭或者死亡呢，从考古学里面见过很多民族，譬如在南美洲的全个民族不知道为什么消失了，到现在只留下石头和石头上的图画。譬如在亚洲如果你去过吴哥窟呢，你会发现七八年前呢，这个高棉帝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帝国。它的建筑啊、宗教啊、文化相当高。但是呢到现在都不肯定为什么它全部这个国家会突然间消失了呢，留下的宫殿、留下的城墙、留下的庙宇，而家咧慢慢咧發掘出嚟，甚至乎咧而家咧俾森林啊遮實曬，或者啲嗰啲樹蓋咗佢之後咧，而家至慢慢咧啲人慢慢發掘翻，究竟係點解咧？點解啲人會唔見咧？點解國家會突然間？咁多人嘅咁多文明家可以冇咗呢，咁呢啲都系眼见所到嘅。咁所以呢啲人呢亦系有一个咁嘅恐惧。好啦，咁我哋讲到呢预言呢，上次漏咗讲呢就系中国嘅预言同埋外国预言呢都有一个共通点。预言本身呢都是向住唔好嘅地方呢讲多嘅。咁当然呢呢、这个呢人亦系人类嘅一种呢习惯嚟嘅。喺中国呢就呢个呢叫做忧患精神。咁汉民族呢喺呢个黄河流域呢居住，喺嗰度文化发源。咁大家呢知道呢黄河呢呢条咁嘅河流呢经常呢就改道。点解改道呢？因为佢呢喺上游呢係充斥咗好多泥头啊。所以成条黄河是黄色的，而且呢水流是相当之急速。
佢除咗喺銀川附近咧嘅河套係叫做咧塞外江南之外咧，即係話嗰度嘅河流啲水啊係比較流得比較平靜啲，可以灌溉，因為佢好作為一個河套咧，佢由佢嘅河流咧上咗去，跟住落翻嚟，上咗北邊咁落翻嚟，咁咧。就使到成條河咧，就嘅騷擾呢個農作物咧少咗好多，但係其他咧就因為佢經常改道，一改道咧，佢嗰個泥咧就會泛濫，泥累積喺個河床底下，就會使到河水泛濫。河水泛濫咧就足。多多堤咧，几高嘅堤咧都挡唔住自然嘅河水噶啦。咁啲河水一泛滥之后咧，冲破所谓堤坝咧，佢咧就会向住周围嘅陆地咧流出嚟。咁呢个嘘声嘅水咧系冇法子阻挡，亦咧好因而咧系制造好多损失。包括人命啊、畜禽畜啊，或者农作业嘅损失。咁呢个咁样样嘅惊慌，一个惊恐咧，就会使到中国人咧，尤其汉族住喺呢、这个黄河流域发源嘅汉族，佢几省由甘肃。一路接落河北，一路流出去山东，呢啲咁样嘅省份咧嘅人咧，所谓我哋叫中原嘅中国人咧，其实大部分汉族，佢哋咧都有一个咁样嘅惊青嘅心。呢、这个惊青嘅心咧，就为之忧患精神。咁呢个咧，亦系中国文化咧嘅一个好大嘅特点。佢唔同于咧古埃及呢条咁样样嘅尼罗河咧，佢上游落嚟，下游喺北方喺北边入出口于地中海。佢每年嘅泛滥咧系定时嘅，咁呢个定时嘅泛滥咧引致到咧嗰、那个土地咧得到灌溉，得到佢嗰、那个。河水的灌溉肥沃的。所以呢埃及呢可以成为了一个呢当时呢北非的一个文明的国家。因为呢尼罗河呢是带到他们一些肥美肥沃的土地。一定是。所以呢大家有得因住了。但中国黄河呢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就係、是、你都唔知佢几时作恶，嘘一声嚟就嚟㗎喇。一嚟呢就冇情讲。咁所以呢佢虽然係泛滥，虽然係使到呢农作业有益有河水灌溉，但佢唔知几时凶猛上嚟嘅时候呢係顶唔顺。所以呢係要人呢是要预咗呢啲咁样样嘅突变，你使到佢哋嘅生活呢随时呢係可以适应到呢啲突变。呢啲就为之忧患精神。有忧患精神呢嘅民族呢就係、是、长远啲，或者谨慎啲，或者周长啲去计划佢嘅生活，计划佢嘅未来。咁呢个咧亦系间接咧造成咧中国着数啲嘅呢个人呢、这个思考着数咗。好啦，咁讲到中国哲学嘅来源咧，都系从呢个忧患精神里面有关。嗱，西方哲学咧最主要咧系来源于希腊古希腊嘅哲学。呢、这个古希腊哲学咧，当时咧喺呢个地方咧，
太阳啊、水分啊、气候啊等等客观条件咧，系相当之好嘅，造成一个相当孕育到文明嘅地方。所谓孕育到文明咧，最重要就系因为啲人唔使咁辛苦去耕种或者狩猎或者采集，佢哋都有食。咁有咗呢、這个空闲时间咧，啲人咧，尤其聪明嘅人咧，就会咧利用呢啲闲余嘅地方地时时间咧，就做一啲咧，我哋而家话无无谓谓嘅嘢，其实嗰时即系学问娱乐嘅开始，有谓嘅，唔系无谓谓嘅。呢啲咧就系仰观天象，啊，佢发现咧。这个世界呢，譬如月亮月球呢，啊，好奇妙。佢嘅盈亏呢大约呢 ,28 日。28日呢就而家就话成为一个月咯，是不是，其实嗰阵就是28日。咁你将佢呢啲人聪明人呢喺嗰阵时呢古巴比伦人他们呢将它分为四个不同的划分。四个不同划分当为一个周圆。于是乎呢这七四二八就除开每一个周圆大约是七天。这个呢就是呢我们现在为什么用七天成为一周一个 week 一周的来源了，其实在古的巴比伦的时候已经应用了。那么隔七日呢个月球呢就会有些转化，由一个完全没晒的变为上圆月，再变为呢圆月，就变为下圆月，就再转为呢冇晒，咁又一个周期。咁所谓一周呢就咁样嘅来源嚟嘅。咁呢个文化呢，呢个古希腊文化呢引致到呢由天文学一路至到科学，嗰时都有科学㗎，有佢嘅数学，亦有呢后面跟住嚟最重要嘅哲学。哲学就係在希腊文里面呢就是外字的解释。Philo 呢就是外 ,Sophie 呢就是智慧，外智慧就是呢哲学的来源。这个呢就是西方哲学的讲法。外一个智慧，其实后来我哋话叫理性嘅出现。人类呢同其他动物不同嘅地方呢，因为佢能够有理性，好坚定，好强大嘅理性呢嚟到认识事物。咁佢哋当年呢有几位呢好出名嘅而家我哋叫哲学家，嗰阵时咧都未必一定系哲学家嚟嘅，即系思想家啦。呢个时候好奇怪咧，同中国嘅九流十家嘅时候咧，即系孔夫子啊、老子啊呢啲同差唔多同期嘅人类，喺嗰段时候唔知点解咁东西方都咁叻嘅。咁呢度呢佢哋嘅祖先呢就包括埋呢最早期嘅哲学大家，即係思想大家。呢位思想大家呢擺公嚟嘅，而家佢畫出嚟嘅樣啊擺公。而呢佢係因為俾人诬告呢話佢妖言惑眾啊，就罰佢呢飲毒酒，
决定咧佢嗰个命运要佢处死。但系喺当时嘅法律嚟讲咧，系可以用银纸啊，用币啊，金币啊，多数系嚟到去买出咗佢嗰个罪，即系话咧以钱代咗佢个罪。但是他不制，他呢认为他没有错，所以呢饮就饮咯，咁就饮咗杯毒酒就钉咗啦。啊，咁世界上呢到而家呢都怀念他，但呢又系同好多叻嘅人思想家一样，佢系冇留低寫嘅文稿嘅。我哋知道呢，譬如话佛祖，譬如话孔夫子，譬如话犹太人嘅耶稣，呢啲呢都系死咗之后呢留低佢语言嘅啫。咁佢呢都系留低咗佢嘅语言。佢有冇弟子呢？有。有一个好出名嘅哲学大弟子，呢、这个亦系影响到咧世界上咧哲学嘅非常重要嘅人物。呢位咧，而家咧我哋仲可以睇到佢啲书，啲书都系佢啲弟子啊，同佢记录佢嘅说话嘅。呢、这个老友呢而家嘅相呢都仲喺度出现嘅，即係仲有雕塑，但实际上系咪佢呢都成问题。呢位呢就叫 Plato。Plato 呢有佢嘅理想国啊，有佢嘅对话呢录呢係传流。咁 Plato 之所以能够使到古希腊的哲学呢能够发扬光大呢，因为佢有另一个好出名嘅弟子亚里士多德。咁呢位弟子呢曾经做过征服欧亚，所谓亚呢去到波斯啦，打唔到印度嘅战争。咁当然呢我一直呢个呢就后面再讲。咁但係点解我今日要同大家讲呢个 Plato 呢？ Plato 呢最重要嘅一个呢好奇妙嘅佢留低落嚟嘅书里面呢讲过呢，係世界上係有一笪地方叫亚特兰大，咪呢个字就系 Atlantis 呢个大西洋啊嘅字嘅冇嘅最初源头嘅原型嚟嘅。佢话咧世界上有一个咁样嘅岛聚嘅地方，一个大嘅岛嚟。这个岛呢而家啲人呢就话会喺呢个大西洋嘅中间，但已经沉没咗。冇咗㗎啦。四面环山，中间有个平原。里面呢係有个好兴盛嘅王国喺里面。仲有一个呢好大嘅庙宇。是希臘神話的神的宮殿嚟嘅，應該是普西頓，應該是海王。但是呢、這個咁嘅地方咧，雖然是柏拉圖在佢書籍度曾經描寫過。佢都係聽翻嚟嘅，咁佢亦冇親自去訪問過呢個地方，
或者冇住過呢地方，冇去見過地方，但係咧佢都聽聞。咁呢個地方究竟有冇存在過咧？係咪咧？歷史上或者實際上是一個假消息或者一個傳聞呢？那我們呢暫時呢還很難確定。有些呢考古學家呢曾經試過在大西洋的海底呢說曾經可能很深的地方呢發現了有些建築過的城市的遺留的象徵，但似乎呢又不會說很確實。究竟阿迪蘭大有沒有在歷史上出現過呢？他的這個國家或者這個地方是不是好像柏拉圖所言是一個這麼興盛的王國，而後來呢突然間不知為什麼事就陸沉了，現在呢還埋藏了在很深的大西洋的海底呢？在歐洲同埋北美洲中間呢塊大陸，究竟喺存唔存在過呢？存在過嘅證據同埋唔存在過嘅證據互相都有。咁究竟實情係點樣呢？我哋呢今日就時間呢不能夠同大家呢詳細講啦。阿迪蘭大呢嘅故事呢我哋下次呢繼續呢同大家補充落去。咁我呢度首先呢要多謝好多呢朋友。咁呢就贊助我哋呢個台。咁呢亦透過佢嘅捐贈呢我哋呢亦收到好多呢個贊助金。多多少少呢都唔係問題。是資助到我們能夠可以多一些添置儀器，還有將來是請一些講者來跟我們講多一些這樣的有趣的各種的資訊。那這個特別呢要多謝各位。那如果想捐贈呢，你看我們的節目呢就在这么多个节目的底下呢都有这些可以捐赠的银行户口，还有呢他的PayPal 都可以呢接受的。那如果你需要有名借或者需要有收条呢，也可以呢同我哋呢喺度声明。咁多谢各位先。好多谢呢大家呢热烈嘅支持。咁更加鍾意呢大家呢嚟外收听我哋几个节目，譬如萧公子嘅评论政治啊经济啊女王嘅生同感受啊，同埋我呢啲咁样样嘅奇形怪状啊古灵精怪的知识啊，咁呢都系呢希望呢大家呢欣赏嘅。咁今日呢去到做此为止。多谢各位收睇。下周再见，讲阿迪蘭大，拜拜。